天的连环炮。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了金门的很多风光啊。的确，而且昨天在节目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位美女陪伴着我们，她们分别就是孟祥丽还有郭婧淳。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呢又再增加两位美女，她们分别是王美雪还有胡慧玲，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们。问候一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胡慧玲啊，亲爱的朋友，我们又见面了，非常高兴又跟你们相聚一起。哎，王美雪，我简单点好了，大家好。哎，真简单。那我就更简单。好。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报道的都是金门的风光，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就要请他们来谈一谈在金门这次闹军演出很多载歌载舞的精彩画面啊，那一定是美不胜收了，绝对是。哎，那说广告之后呢，收看今天更精彩的连环炮。在生活这场戏里，我不只扮演一种角色，有时我是个导演，一句台词磨上一整天；有时我是个控球后卫，一颗篮球串起一对友情。有时我是个菜鸟厨师，一杯啤酒收买一句爱的鼓励。享受生活的每一种滋味，活出新风味，台啤蜂蜜啤酒。是长椅，是吧台，更是酷跑机，全世界第一台加湿级跑步机，两秒快速变形，三种自在运用。Qrun 酷跑机，岁末年终惊喜送惊喜，全馆特惠满额赠好礼。要保持健康身材，身体一定要调理。阿童婆修身宝，改善你便秘问题，把宿便清出来，肚子消下去，效果让你看得见。要享受轻盈自信，现在就打电话。肠道调理好，健康没烦恼，阿童婆消身宝魔一定。现在为您播出连环炮。世界教我们要成为领导者，却忘了教我们怎么把世界变好。那就一起开创新视野吧，用热情调和勇气，把冷漠变成华盛。Let's lead， 势在改变，势高力达。和联易经深耕台湾，智慧联网画质绝美，和联 4K 精彩屏震撼登场。Hooray， 和联雄厚。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于12月30号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40分，敬请锁定华视主频与 MOD 同步现场直播。谢佩妍的冲冲冲出题面笑料百出，主题金冠，主题主题喷，十人奖，主题金奖，当上帝。你喝了没啊？我喝了。BB 袋？什么 BB 袋？哦 ，OK， 那个 biu biu biu。不会弹？不会弹呐？不会弹。谁呀？拍谁啦？拍谁？更多你所不知道的俏皮谢佩恩，就在《天才冲冲冲》。今天呢，我们华视啊都组织一个闹军团到前线去慰劳这个将士们啊。我们华视有这一点厉害，怎么说？怎么厉害啊？我们这个闹军团呢，这个数值啊是逐年的提高，这年龄呢是逐年的降低。哦，哎，所以今年你看都是青春貌美的小姐们去闹军，是不是？哎，几位是不是第一次去金门呢？对，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第二次，我是第一次去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大陆的女性去金门，我觉得非常难忘。因为过去我是站在厦门看金门，现在我能够身临其境地站在金门看厦门，我觉得在我一生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难忘。哦，这感觉很奇特。对对对。那其他几位呢？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啊，有，就是第一次去金门哦，我真的是证实了我自己，这个女性魅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你怎么说？怎么说呢？你要怎么说一下？
就是说这次去的话，就很多阿兵哥都非常的热情啊，他们见到我们唱完歌呢都会献花。那他们很多人就说，因为在金门本岛要想买到鲜花其实蛮难的，那他们呢就特别准备鲜花来送我，然后又一直亲我，一直亲我，真是把我吓死了。对嘛，刚刚就想除了鲜花一定还有鲜吻。奇怪，我怎么都没有吻呢？哦，没有人吻你啊？对啊，你看他们鲜花都是一把一把的。对，然后呢我是这样子，台上这样子，我说你们一定要献花给我，你们不献花给我的话，你们等下等着看哈，我就要下台追耶。所以最后一天在南雄寺的时候，我收到一支玫瑰。哎呦，一支玫瑰我永远难忘。你知道这一支玫瑰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吗？象征着什么呢？这个算了，不演这个。象征着爱。啊，那王美雪有没有比较特别的经验？当爱莲都快被亲走。哎呀，怎么怪人家奇怪，怎么一趟金门之行回来就是好胖好多啊？对啊，有点到现在还没消肿。还有他问我一个感想啊，说到大胆演出有没有感想？我说本来想大胆演出。后来发现你们太大了，我就变得很胆小。对呀，你说大胆演出，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日志预表给我们的节目单。对呀，大胆演出我还没睡醒，我一拿了节目单看，我去哪里哪里，大胆演出，我马上就说，哎，主持人，什么叫大胆演出呢？露气点，程度到什么程度？就被问一下，吓到了，大胆演出，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对，好，我们就来看看你们的大胆演出。早上8点半，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起了一个大早，准备要到大胆做演出。现在呢，我就位于水头的码头，我们正准备要出发呢。真的是早上你们就出发了？对，我们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7点半吃饭，8点钟出发，起了大清早，是唯一一天起得特别早的一天。对对 对，那天我都晕船了，可怕。啊，对，有没有吐的？孟小丽那天晚上还发高烧。对，还好没吃早饭。哦，要不然早饭吃的多那就麻烦了，吐得更厉害了。对对，最主要是我们那个林大哥哎，他是真的不像话。本身我们心情那个风浪当中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他又装出，看看你看你看他的表演样子，对呀，你知道他在做示范表演呢，他这样都晕了，一摇你知道我们那个船呢怎么晃动，更厉害。那是不是因为他摇的关系呢？哎呦，我也太不像话。从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林光临是多么的浪。浪得起，浪得起。好，那天还有 A 扣，这边现在是大胆，对 A 扣。哦，已经到岛了。对，这些都是你们的衣箱吗？对，你是道具，音响，必须的。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扛呢？哎，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加绒去嘛，没有加绒让我去，这么辛苦。还有徐淑媛、辛小琪、Echo。哇，我们经过了1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到达了大胆岛。在这里呢，我们经过了这一段航程呢，有人已经晕船了，有很多人都不舒服。不过我们为了在大胆的演出呢能够很成功，所以您可以看到现场呢舞台灯光音响还有所有的演出人员呢正在做好全力的准备，我们会把这一场演出呢表达得最完美。赶快就把所有的道具啊，把妆的补妆啊，弄。你表面孔嘴巴都是歪的，对不起。这个大胆岛，这是那个他们的指挥官跟我们的长官对交换，哇，救命啊！看那是被拉的这样，所以看出来阿兵哥他们多么的热情，很热情。载歌载舞，挡到我了，挡到我了。哦，前线的官兵实在非常非常热情啊，非常热情啊，真受不了。不过那天我们也疯狂了，对，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很热情的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演出呢也就更加的卖力，对，我们自己都演出的疯狂了，对，演不完我们的。孟小姐都演出回去发高烧，太热情了，太热情。稍微注意是在扣打，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深，越走越不舍。
大胆岛大概有多少官吏？有没有长官跟你们说过？这个我有几百个人。几百个人？啊，不多。不多。对，不多。他们岛上几百个人吧。Echo 的针线琴，多可爱啊！因为我们在台下，他们歌星表演唱歌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都没闲着，要伴舞。你要转，看美丽的宝贝儿。路上有你，对不起，请消音，我声音实在太烂了。真的是现场哎。其实也就合唱嘛，合唱啊，唱起来也听不到王美雪的声音，都是阿兵哥的声音。可怜天使都不帮忙，真是的。来换你唱，亲爱的，哦，这是指挥官，指挥官，岛主唱歌唱的蛮好的，所以我们最后邀请他。这是我们整个哦，这是超动。好像这个在接下去之后，什么你们就会被这个围亲了，是不是？惨不忍睹。接下来后面怎么会惨不忍睹？要不要讲讲看，解释一下？我们很期待看下面的画面。一直扯我们啊，一直想拉我们一起合照嘛，然后又一直亲我们，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被扯得乱七八糟。刚才美雪说她脸会被亲肿了，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要是我示范一下。我只记得她的记得一束花上，哦，哇，那个脸还这样。非常吸的，那种很吸的，一坨口水的，很黏糊。现场他们非常热情，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跟我们要拍照。那我们已经像个木美人一样站在这不用动了，都是他们过来。听说你们那个时候除了这个去大胆之外，还到金门啊，你们还逛过一些街道啊什么的。啊，去小金门。哎，小金门啊，你们去有没有一些感想啊？去小金门。哎，有，我的感想就是贡糖挺好吃的。哎，有陶瓷厂，我买了很多陶瓷的那个金门高粱。啊，这些东西都去买了。对，因为最有名的嘛，就是金门高粱跟贡糖了。那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听说小金门的竹叶贡糖非常特别好吃，所以我们整个一卡车的采购团就到那边去，就专门去买小金门的贡糖。对对对，我们还要杀价，哎呀，三姑六婆，噼里啪啦，这是我们的两百五成功。看看冰箱，您就知道了。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哎，今天他们在是抢价还价的时候亮出来，来看有没有成功。目的地，哇，巨星下车了。我们现在来到烈屿小金门，听说小金门的竹叶贡糖非常有名，所以我们大队的人马呢，一下到这里呢，急着就是要买他们这边的竹叶贡糖。现在所有的人啊，都在里面讨价还价呢。哇，这不准钱！瞧瞧大家，你看，真的不好意思。你看看我们多坏，我们为了讨价还价，明明很好吃的都要故意说不好吃，不好吃，甜又便宜。那时候吃还是热的啊，对。这个是在试吃，是不是？对，老板娘拿给我们试吃。这是他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不应该让我们试吃的。他那天光让我们试吃的，就不知道吃掉多少。对，就是看到这个桌上太多盒贡糖了，都空了。这就是众各位巨星讨价还价的嘴脸。这我们的习俗演。这是何一小天使，对，那后面是我们的杜大哥，还有我们的美丽宝贝郭敬淳。谢谢。王明雪在前面，是个龙王。
画面上看到王美雪好像就不太会讨价还价，哎，是不是？高下很大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他从头到尾他只喊250250，除了250中间空档，他都在试吃那个，他只买一盒。怀疑他刚刚讲的自己变胖是被阿兵哥亲的，被拆穿了。还在吃，还在吃，还在吃，好讨厌哦！哎，把你梦想力说话了啊！对呀、啊，我就跟他讲，说不行嘛，真的不行嘛，你一定要算便宜。还有徐老大发言，王美雪还是吃，除了吃，好讨厌，别说了。到最后你们杀价成功了没有呢？哎，开心了300块钱。有名的特产除了高粱酒以外呢，想必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贡糖。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金门贡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嗨，你好，你好，你贵姓？我姓陈。陈小姐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啊，因为金门贡糖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好吃，但是不晓得它在制作的过程呢，跟其他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好，因为金门贡糖哈是用我们本地的花生做的。金门的花生那个虽然颗粒很小，可是它油脂很丰富，所以做出来的贡糖会特别香。哦，原来是这样子，是因为花生的不同。除了花生的不同以外，在制作当中呢，我听说好像火候也是很重要，是不是？对对对，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哈，火候的话一定要拿捏得准，还有那个花生的分量要多一点，做起来会比较酥，比较好吃。原来是这样子，金门贡糖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就是因为花生跟火候的不同。我们谢谢陈小姐，谢谢。谢谢。哦，那个小金门的那个店主啊，那个老板呢，被你们蹂躏得很惨。怎么这样讲？还不是直接到现场去践踏他？啊，我们非常高兴的，这个我们能够请到这么多位啊，来谈谈他们的那些在金门之行啊，还有大胆之的演出。哎，那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连环报，所以不要走开啊！啊，我们待会儿见。世界教我们要成为领导者，却忘了教我们怎么把世界变好。那就一起开创新视野吧，用热情调和勇气，把冷漠变成华顺。Let's lead， 势在改变，势高力达。查甫人啊，袂使讲不行，会伤身体，当然嘛不行。啊，防备骨骼用最重要，是靠自己欠底气。要骨骼用，查甫人就要保养。啊，防备骨骼用真的厉害。现在为您播出连环炮。Baby， 人家想换4G手机。4G手机？你平常追剧的时间比较多，还平板比较实用哦。那平板去马尔蒂夫度假也蛮方便的。马尔蒂夫？一个月不用可以买4只旗舰手机，那两个月不就？不管，手机、平板、度假，我都想要。犒赏自己，不必伤脑筋。台湾大哥大刷赢刷飞专案，买指定手机送平板，再抽马尔蒂夫双人游，让你坐享双赢，再享双飞。欢迎光临买凤。你什么星座？和联易经，深耕台湾，智慧联网，画质绝美。和联 4K 精彩屏，震撼登场。和联雄厚。存款保险，老公，我们存款的银行有参加存款保险吗？有，最高保额为新台币300万元，包含新台币、外币存款及利息哦。300万，就是可以买这么多个甜甜圈。要缴多少保费啊？存款人不用缴保费啦，都买有银行在缴。你好棒哦！每天盯着电视看的不是你，每天赶着上课的不是你，每天让家干干净净的不是你，但能带给家人幸福笑容的是你。
您一起才能看见幸福的笑容。家乐福幸福味芽剂，让新的一年年得更幸福。实力唱将，经典歌曲，大牌艺人，说说唱唱，搞笑好爽，爆笑短剧，原汁原味。最新的华视天王诸葛秀，周日晚间8点爆笑登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所以我们节目里面已经连续2天的播报他们的金门之行了。哎，这几位这个有的是第一次到金门，是啊，明显有的是第二次老马识途了，相信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言，有很多感想，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好，这是我第一次呢到金门去参加老军活动，那当然就是非常感谢各位长官，在金门的每一位长官，他们对我们就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的，还有呢就是阿兵哥们都非常的热情，让我就是在我的演艺事业当中呢，我觉得非常有信心，谢谢你们。新年快到了，也祝你们新年每个人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我最难忘的是有一位吴信和先生，他在我们庆功会上非就是5分钟了啊、哎，就书写了这幅我的画像我觉得对5分钟之时间，那我觉得他们特别热情，就是他们的热情至今我都非常难忘，好像我每天还沉浸在他们跟他们相聚一起的那个日子里。如果有机会还愿不愿意再去？我一定去。不过听说这次胡慧玲在金门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属于众人皆醉你独醒啊，酒量好像已经传遍这个金门全岛，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了。没有了。他也不是喝了很多了，金门高粱大概喝半打。早晨刷牙都用金高粱酒。对，洗澡都用了。没选的。共捞了8次。对不起，一共去了捞了8次，不是一共上台上了8次。然后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比较有信心，因为他们太热情，觉得自己好很棒。然后在这边感谢各位师长，还有苦主啊，王大哥、黄大哥，还有帅哥，咖啡很好喝，还有志强，谢谢你的帮忙，谢谢。啊，脸蛋被亲肿了，有所谓。香丽，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开心哦。然后我在临上飞机前呢，还收到一个邱弟弟你的来信，那我真的很开心，有你们这一群空军的朋友支持我，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以后呢，不管是在连环炮或者其他节目，我一定会做更好的演出呈现给你们。然后呢，在今年还没有到之前呢，我祝你们新的一年呢能够行大运，而且天天开心，永远不会忘了这次金门之行。只要下一次我有可以再去的话，我一定会再去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去烙军，其实让我的感觉是我们有一点是大家开玩笑讲是劳军，因为军人他们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好太照顾了，我们生活上任何一个小细节他都会随时的帮我们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金门岛上的所有官兵们，谢谢。我也感谢这个金门的兄弟朋友们。你感谢什么？对呀、啊，他们经由连环炮的拍摄，让我知道金门的弟兄原来是这么的热情，让我迫不及待要参加明年的烙军金门之行。哎，那我们在现场呢，我们几位，我们明年大家都一块去，好吧？好，这是我们的约定。哎，明年都一块去。要签合同吗？不过不过除了喜欢几位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到前线到这次到金门去烙军的一些艺人，他们有他们的感言，我们来看看好吗？哎，看看。各位您
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光林，好久没有在荧光幕上跟大家见面了。现在我在的位置呢，各位看到背景就可以知道啊，这是金门，也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每年啊，我们华视有烙军这个春节啦、中秋节啦，我都很喜欢参加。说真的，来烙军呢，看到前线的战士们啦、弟兄们啦，他们这么辛苦在前线呢，我们把欢乐带给他们，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也是我觉得我们做艺人该对前线的官兵们的一个回馈。所以我每次来了，虽然一天很多场，你看得听得出来啊，声音有点哑了，但是呢，我还是很高兴。在这里也向观众朋友们拜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来烙军呢，我的感想很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军人子弟，对军人有份特别的亲切感，所以来到这里很高兴。我也很喜欢就是能够跟三军将士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快乐的春节。在这里我要敬祝各位观众朋友在这新的一年啊，每个人都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好，各位随军的将士们，我们也代表连环炮这个节目向你们大家呢恭喜发财，先拜个早年。是，同时呢，明年呢我们还要继续来现场来跟你们拜年。我们在这里向金门的长官弟兄们拜个早年，过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我们谢谢几个特别来宾，然后明天还有更精彩的连环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哎，我们明天见，拜拜。